骄傲还是什么事？三马海鲜。自从我变成了这间公司的总裁以后，我的脑袋里面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大的疑惑，我怎样想都想不通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意见。说吧。为什么这个创投就是发行的？不是，知道吗？自从我来了这间公司，我就直接开始发现，这间公司的不管是人才还是人力都远不足。当然啦，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员工才有一个总裁，而且那个总裁是那个员工的部门来的。知道这个是我的意思，我开心。所以你是在我这边是几十次的。你们有人订有那个不粘锅还有煤气桶吗？欢迎欢迎。我们为什么要录取？因为我知道你是跟 B 公司派来的敌人重叠，我是本公司派来揭穿你然后消灭你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是隔壁公司派来这间公司30年的敌人重叠重叠，叠重叠重叠重叠，还有叠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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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。今天为了这件事，你注意一下。我们借一步说话，比较方便。叠重叠重叠重叠。很好，够了。我是叠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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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。跟我来。我是叠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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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。我们的公司是中央情报局吗？干嘛不用那么多间谍？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看透的？除了我们公司要干什么以外。哦，对，你妈妈的世界。一统天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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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统天下。